What's up, YouTube？欢迎来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跟你们讲，近期啊，就我看了我一个很好笑的视频，就我看了真的是我不知道要笑还是要觉得他很可怜呢，就是应该是很久了，然后突然间他又这几天就一爆而红而起来哦，然后我在这个 YouTube channel 看到很多人有改过他的那个 video 啊，就是可能放一点 effect 什么的，所以就我们看看一下，看那个 effect 是怎样的，就是看他们讲好笑不笑。我们先看一下 original。朋友们好，今天和大家探讨一下，怎样打松果弹抖。闪电鞭，要打出松果弹抖闪电鞭，要做到三点：一，要做到全身真正的放松，关节要放松，但是关节周围的筋膜要适当的隆起。这里面该松的松，该紧的紧，松中有紧。紧如松，这个问题非常复杂，这里我不多说。在伤即兴用拳练法打法实践一书中有详细的解释。要练好内功，只有练好内功，你才能丹田发力，打出松果弹抖劲儿。慢练，这是健身的快练。这个是 original 的，OK，我看一下人家有把加 effect 哈，就是那个 effect 啊，我看他们几个一下，你看看啊，我看看，我看一下，啊，有了有了，这个是闪电鞭，松果弹抖，闪电鞭，因为这个鞭子劲儿，你看。是不是？你看，都是三维的啊，都是三维的啊。下面我打一个连五鞭啊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打了五鞭，一鞭，这个两鞭，三鞭，四鞭。我觉得那个顶波那个应该讲得很好。这五鞭连着打，你看这个实战性。
要动物啊，实战性，实战时间一定要动物，全身松好。那对，那对，我真的是打神打败了，真是打败了，我真的是把我为师。所以我有点，我觉得那是有点不好哎，可是你都不是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，就结束了。然后今天的视频呢，就如果有得罪的话，就抱歉。然后喜欢我，记得分享、订阅和按赞，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谢谢。